脆弱面，这个好。尤其是遇到女主管的时候，对啊，我一个朋友前阵子就出这个事情，被那女主管告性骚扰，哎，那个女主管每天盯这盯那的哈，反正就是看她一无是处这样子。我那朋友说很受不了的，吴经理是一个女经理的，吴经理，你逼这么紧，我受不了了。那个吴经理，王八蛋，你给我开黄腔。你有想过啊，你女儿将来会长大会看这个重播？我分享一些生活琐事，最近很红的笑话。对对，什么烂笑话？